就那个拿游戏，就那个张老师的弟弟，他去那个消防队那块儿，他看着都很近视，老师说哪儿都鼻子，不是你就是给我看这个耳朵，你看你有那眼镜子上，你看我这耳朵这儿那说油面儿，他们说，他看他哎，他说你得找人凑合一起，俺们不敢弄这。对他们没要。他说你得这回要软化了以后一凑给凑合的，你这个影响听力啊。不可我说我不可以，我说就是成天也跟你说话，我听不见。你寻思那么大一块？这个应该是人家说多积累的。对，这最少得五六年以上吧。你看时间短了，形成不这样。那天说耳朵这油面那些厚什么的，耳朵拢不的，牙边下耳钉。我跟你看，又一块。哦，吃一块，这又一块。哦，这还是。都满了。要不咱就没得。背满了。这不得得背呢，也挺了呢。底下你看着，看着叫。装修了。对，我装修了。先套上了吧。外边好像还有一个人，你吃哈。第一。还有啥人呀？还有一个，外边还有一个，这个大姨这个马上就整好了。等是。